第十二题，下列是元素的颜色和常温常压下的物态，何者有错误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学的所有的金属，除了金是所谓的金色、金黄色，而铜是紫红色、红棕色之外，其他都是银白色、银灰色，所以这一块的叙述呢都是对的。那么硫是黄色固体是对的。那我们有请同学要记得卤素，氯是黄绿色的气体，溴是暗红色的液体，碘是紫黑色的固体，所以这里的碘是银白色固体是错的。因此第十二题问我们说何者是有错误的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碘，银白色固体，钾，银白色固体。